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感谢上天能让我遇见你。我觉得，亲爱的，情人节快乐。感谢上天能让我遇见你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。我希望我们的生活都像现在一样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。我爱你。亲爱的爸妈，祝你们情人节快乐，愿你们越来越恩爱，每天都是情人节。亲爱的老婆，情人节快到了，我在这里祝你情人节快乐。在这一年里，谢谢你帮我多生了一个宝贝女儿。那我在这里祝你，越来越美丽，越来越年轻。然后，老婆我爱你。老公，今年虽然同唔到你过情人节，但我依然都有咁爱你。祝你情人节快乐。亲爱的，希望我们两个可以长长久久，天长地老。老婆，虽然你远在台湾，我还是跟你讲一声情人节快乐。祝你情人节跟儿子跟媳妇好好过，我就好像跟你们在旁边一样。情人节在这里向心爱的他表白，说出心中的话，为他再次见证你的真情，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情人节。只需将视频或链接发送至 love@skylinktv.us， 即可在2月14日情人节期间于天下卫视播出你对他的情意，幸福、感动与惊喜就在天下卫视。